李娜在列北京时间8月23日关于2019年入驻国际网球名人堂的候选人在今天公布，中国金花李娜赫然在列，将与其他七位名宿争夺入选资格。这八人分别是李娜，中国两届大满贯女单冠军，最高 No.2 拿过九个女单冠军，中国网球第一人皮尔斯法国两届大满贯女单冠军，最高 No.3拿过18个单打冠军，孔奇塔马丁内兹西班牙1994N 王女单冠军，33个单打冠军和13个双打冠军，最高单打排名 No.2 比约克曼瑞典前男双第19个大满贯男双冠军，男双全满贯总54冠前男单 No.4 两进大满贯单打四强伊万尼塞维奇克罗地亚，2001温网男单冠军前 No.2 拿过22个男单冠军布鲁格拉西班牙，1993和1994法网男单冠军，最高排名 No.3 拿过14个单打冠军恰费尔尼科夫，俄罗斯两届大满贯男单冠军前世界第一拿过26个单打冠军和2000年奥运金牌穆斯特奥地利，1995法网男单冠军前世界第一拿过44个单打冠军，能入选名人堂是网球运动员的至高荣誉。李娜在退役五年后已经符合了参选资格，预计明年将各有一男一女入围国际网球名人堂 Double。